比较活泼是不是？没有，那什么好奶呀？妈妈，你给我吃。你过来，过来，我们不能吃。好像他的妹妹在找东西。他在那里休息了，在那里喝水。看了就行了。喝水，他喝了水。下一个。他等一下过来就要到这吃东西了。周末来了 ，It's so cute， 你跑到村里了。熊猫不要撞我脚架好不好、啊、熊猫在坑里面屁股了，哎，出来了，哎呀，快看，它还有个椅子，你看这块它吃来了，看到了没，小朋友不要再挤了好不好，看看好歹看看它挤东西，哎呀，死了，这还是最好的位置、啊、看着了没，糯米，我来怕熊猫吃竹子，你帮我拿下东西。哎，过来，过来。糯米包。来包，你吃来。